球，短小球的相持球。好了，现在要第二个叫做截击的相持。这个球我们站在贴前区的外面，这个球直接飞过来，可以直接做一个攻击的动作。好，那有一些球度比较低，我们就直接把球飘高起来，但是不要飘太高。好，第二个相持球，截击相持啊。好，可以慢慢把速度加快。小球，好了，刚刚示范的这个是第二个相持球，就是